他没有受到监督，以至于他的职权，他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护
辅导警销人员。而我方认为，今天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警销外包到民间企业，让警销和一般劳工之间的界限消失。换言之，警销变转为一般劳工，理应享受劳基法的保障。想当然尔，他们必然拥有劳动三权，就算受到压迫，也会因为警销人员拥有劳罢工权而解决。原因是因为民间企业和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否是盈利导向。民间企业会考量罢工期间所付出的成本，会更加保护劳工的权益。而相反的，只要警消能够维持国家基本运作，非盈利导向的政府自然不会积极的改变现况。在我方的世界底下，警消民营化之后，政府会对民间企业招标警消单位，在多家民间企业皆需要竞争、需要避免人员流失的情况下，会更加保护警消权益。而因为他们有劳工三权，而能够主动跟雇主进行互动，在劳资双方对等谈判的情况下，研拟解决方法，而不会像现况，因为警消没有实质的影响力，没办法行使争议权，而使政府不愿意去正视问题。而我方的世界下，在政府拥有暂时性收回警消单位控制权的权利，以利于国家发生紧急危难或是天灾时，有同一个政府去指挥，提升救灾效率。而企业会为了维护它的内部和谐，会全力减少上层员警以及下层员警，无论是在薪资或者是工作内容上的差异，缓和阶级间的冲突，维护自己的企业文化。由此可见，在我方的世界底下，警消人员多了劳基法保护，而且不但可以解决现况下大部分的问题，而且还多了一个争议权。在未来遇到问题的时候，多了这个筹码，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华航以及台铁身上都可以体现。他们因为拥有了多了一个争议权，所以能够有效地跟政府沟通，达到他们的诉求。综上所述，我方认为我国警消人员应适用劳动三权。这边是指的是他们缺额达到7651人，与实际人数不差。
达到49.4%。好，那你刚刚也在，就有看看，你刚说先框下管道没有办法来解决的问题。这是业绩员警察新闻。他在说什么？他说因为他先前因为违反保二总则的规定，被记了原本应该要拥有的惩罚的6倍的惩罚，所以被遭到免职。他在进行网上诉讼的时候被广济会压迫。对啊，没有，据我所知哦，这么他会因此会被上级长官说，下次必须找两百个长官来再让两个律师，两百个律师来再让你协商。所以这个就是找错机关，那并不是他应该要上。你刚认为他找错机关吗？那请你帮我举证。好，那我帮你看一下这份资料嘛，就是他说，保全会统计哦，去年有104人提出申诉，然后有18人从乙等翻转甲等，也追回奖金和升等，比率超过1/7。所以我方可以知道说，现况下政府的申诉管道是有用的。但是从我方认为，从保机会这种不合理的保训会以及保机会这种不合理的态度，我方认为这个制度上面仍然存在。你方认为一个公务机关在执行他的业务的时候，应该跟警员那样说话吗？我方认为他就是因为他找错机关。找错机关这方面还请你方举证。好，那刚才你方我先确认一下，你方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说劳基要让他们适用劳基法跟开放劳动三权有什么跟本上的关系？好，那再问一下你方。有跟本上的关系啊，因为现况下他们没有享用，所以我们要弭平他们之间的差距，让他变成一般劳工。要开放劳动三权来适用，对，让他们适用劳基法。哦，你帮我唯一的是开放，是让他们适用劳基法，叫他们才有劳动三权。好，那我帮你求下一块。你帮知道现况下的医生还有水利业者在罢工时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服务吗？我帮知道。好，那你帮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警消人员开放罢工之后，是不是也要去维持最低限度的服务？在我方的世界底下吗？在我方的世界底下，警消人员在进行罢工的时候，他需要维持，他不需要维持最低限度的。为什么？因为照你方说，要适用现在劳基法的话，现况下就是必须要维持最低限度。但是这样的话会产生不合理的争议。今天您方说要维持最低限度，今天警消人员他的本部工作是什么？是维持治安。您方今天想要维持治安，然后却又不让他们，却又要让他们罢工，我方认为这是有矛盾的点。我方认为，今天您方想要的，今天您方认为的法条跟